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由 OneShot Toys 一机模型出品，悠游白书让马，简单分享。打开包装盒后，后面有一张简易说明书，还有一个地台，最后就是主体与所有配件。角色出自1990年开始连载的热血少年漫悠游白书，相信看过这番的胶佬，应该小孩差不多都会打酱油了吧。产品在衣服上采用了布衣材质，用料上也是偏软的，所以上面的褶褶也会显得比较自然。在配件方面，一个印有专属图案的简易地台，另外三个可替换的面标，一块暗黑镜，一只蔷薇花，一根内部有铁丝可以任意凹造型的蔷薇藤蔓鞭子，最后就是一大堆的造型手了。在素体可动方面，可以看出后方的头发是分件，带有独立可动，虽然外面穿着布制衣服，但关节支撑力度与幅度范围还是比较之适中，所以一般的动作还是没啥难度的。最后简单的说几句吧，这次的象马在素体上感觉比例偏小了一点，如果再增大一点，相信效果会更好。那么让我们共同期待下款零件少年桑园和真的到来吧。